好难，所以其实哦，要把那个 VBA 学好哦，不外乎就了解这个环境啊。其实这个环境也蛮单纯的，如果将来你要做按钮就 Sub 了，然后给它一个名称，好，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就写在那个 Sub 跟 End Sub 中间，其实就 OK，它就可以。那将来你可以再做一个按钮出来，就可以做出位嘛，像刚刚这个动作，哎，执行它，好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执行。那一般是在这边做完之后，再把它变成按钮。不过做按钮不见得是必要啦，有的时候其实事情做完了就做完了，你干嘛没事一定要做按钮啊？没有啊，有时候就 OK 了，你没事，你做个按钮要给谁按啊？主要是你要把事情做完就 OK 了，哦，不见得一定要按钮，你也可以对吧？直接在这上面 run 都没有问题，反正主要是以解决问题哦，当然为主啦，你不要那只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方便。哦，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，比较能够执行按下，比较有那种感觉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在这边加一条双线，加一条双线，那我应该怎么变更？其实就加两行程式就好。第一行程式就怎么样，画这一条线，第二行就画这一条线。那画的方法其实啊也差不多，怎么画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一样要增加一个 sub，我习惯是，如果做一个嘛，我可以怎么样？把这个拿来复制嘛，复制的话呢，就是把它改成叫红色的双线好了，反正名称这个可以自己取啊，加一个红色的双线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名称记得哦，那个 sub 里面哦，记得不能有一样的名称哦，OK，这个名称不能一样哦，如果一样哦，会发生错误，然后跳出那个错误讯息。那接下来的话，第一个哦，我们原则上这样，第一行一样是画这个实线。第二个就先画这一条线好了，可是这一条线呢，我要怎么去表达？OK，好，让那个Excel 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一条线的叙啊，其实这一条线的叙述啊，就等同我们刚刚做那个选取动啊，选取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选哪个范围，选 range 的 A2 到 H2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参考，range H，这边拿一下 range 的 A2 哈。到 H2 这个范围要做什么呢？先帮我加框线，加框线的话就 borders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加框线的话呢，它理论上是这边所有的线通通有没有都变成双线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要上面那一条线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哦，就是 borders 后面你可以加个刮胡。那这个刮胡哈，你不要你前刮胡的，他会让你用选的，他问你说，请问一下哦，你要哪一条线？啊，实际上哦，那个框线里面有这条线，上面、下面、左边、右边、中间，还有斜线，有没有一堆线？那我们只要针对哪一条线呢？上面那一条，所以上面那一条应该选哪一个？猜的应该可以猜出来吧？就是这个范围的 top。Top 就上面嘛，OK，所以你就选什么 Edge Top 这个有没有 Top？ 那底下是 Button 啦 ，Left 什么上还有上那还有对角线的等等的有没有？还有水平线一堆，不过我们只要 Top 这一条线，然后刮胡一下，所以等于就是多一个什么，多一个 Excel 这个 Edge Top 这个尽量我是建议啊，你不要自己打，最好的方式啊，你加个刮胡啊，它会跳出来。这样子，你用选的程式比较不容易出错。那后刮胡加一下，点下去一样会有个什么？它的什么？接下来就是它的不是颜色它的样式，特别注意哦。所以特别注意，预设是一条线嘛。那如果说你要变更它的样式的话，那请记得哦，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叫 lifestyle， 那 lifestyle 等于什么呢？双线的话哈。那后面的话其实就 XL double 了，所以其实还蛮好记的 XL double， 双线嘛 ，OK 就 OK， 那当然我都打小写，不过移开哦，如果那个 double 的 D 哈，有变大写，表示你这字没有打错。那可能会有同学会问说，老师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双线是 XL double？那如果我要虚线的，我要其他线怎么办？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 lifestyle 实际上就等于就是什么？这边有个其他框线里面的这个样式 ，OK 哈。所以这里面的话呢，这个叫 XL double。那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线。
哎，那我想要知道它的名称要叫什么的话，该怎么做？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啊，提供给各位参考，因为很多程式并不用背，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，如果你 Lifestyle 不知道的话，哎，在 VBA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跳出什么，它里面的说明的电子档，也就是有点像哈，跳出说明书让我知道，因为有很多东西不需要背啦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Lifestyle 上面按 F1 哈，这个按键非常重要，很多东西呢不用背，也不用记，它会自己跳出说明来啊，记得 F1 啊，里面的话就有官方的一个类似 VBA 的这个怎么电子这个一个字典哈。啊，里面的话他跳，哎，他问你说，哎，到底哪一个？不，两个好像长一样，哎，哪一个啊？不过你就随便选一个 ，lifestyle 这个、啊、第一个，然后他跳出来说，哦，这 lifestyle 呢，其实就是设定样式啊，可以是这些，而且底下会有一些范例让你知道啊。这边会有个超链接没有？他这边有一张 SL lifestyle， 你就点进去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哦，如果你要是双线的话呢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如果你要点线。其实哦，这些就等于是有没有？等于哪一个呢？等于你常用里面的这里面的其他线条里面的这些吧。OK 哈、哦，有没有？这边 lifestyle 哈、哦，所有的东西啊，其实就是这些，指的就是这个表里面了。OK， 它有个对应关系，所以以后的话你要查。不过、哦、它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描述啊、哦，它不能用中文的。只能够用英文的，所以你只要看懂，哎，你要哪一个，反正把那个后面、哦、放一个什么 X 的 double， 比如双线的话，那就 OK。所以待会啊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自己试试看。比如说你要把它改成虚线，你要改成什么？改成其他的这些线的话，哎，怎么做 ？OK 啊，双线，然后连续线 ，OK 好、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试一下 ，OK X 的 double， 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。程式等于是已经写的这一条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只有上面这一条线哦，执行看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这一条线？有了。那再来还有什么？姓名的右边这一条线，我也要把它改成说啊，怎么改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其实哦，这个地方哦，可以干脆参考复制贴过来改好了，一样嘛，哦，就是range 先过来，跟他讲啊，范围在哪里呢？范围就 A1 哈、哦，到那个什么呢？A 应该是 A7 这个范围 ，OK，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改 A1 到 A7 的右边那一条线，所以 borders 哈、哦、的右边前括弧一下，右边的话，右边就 right 有没有 ？edge right， 然后呢点什么呢？点 lifestyle， 哎，所以其实后面都一样，好、哦，等于这个 x 的 double， 那把这个复制过来好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样的话执行一下，嗯，这一条又有了。OK 好，所以应该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啊，清除的话有没有差别？其实清除的话，反正他不管，通通一样清除。Lifestyle 等于没有，那就等于全部清掉了。OK 好，所以以后如果说你要输出报表的话，哦，其实呢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啊，去把框线化完之后，不过哦可能还要再学会了哈、哦，版面配置啊，其实版面配置还有页首页尾啊。啊、其实这些都可以自动哦，也就是说你要列印报表之前哦，真的 VBA 可以一键完成输出报表的这个哦，甚至你还可以输出报表之后哦，还可以用 Outlook 寄信给需要收到的人，反正全部都自动完成了，哎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呢，等于你每天呢，只要把对应的程式修改好，那所有的事情通通搞定了，好、哦，这样不是？我觉得应该。啊，这里面怎么做啦？其实这可能另外再说明 ，OK 哈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在把刚刚这一段哦，就是加什么，就是红色的双线，哦，把它完成红色双线这部分，效果就长这样子。OK， 来画面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